东西啊！噎死我了！那些人都什么情况？刚刚他们都哭什么呢？怎么又跑了？ 我手机呢？哎呀，借我用一下你手机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手机，你没有手机？干嘛把我打扮成这个样子？我刚买的那条小格裙呢？ 小姐，求求您不要再吓唬东西了，好吗？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啊？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空空，天狗食日，视为不及。女施主难道不怕？啊，日全食是正常的天文现象，您不必太过担心。空空大师，这签上什么都没有。 您插到桶里干嘛？佛曰：3000世界，只有命数不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才会抽到白钱。这么说，从未有人抽到过白钱。不知女施主脚踝之上可有一花形印记？你怎么知道？女施主身怀花形印记，代表你是另一个世界的来客。 也是这个世界的逆天星，能抽中白钱并不奇怪。空空大师，您真的是神仙。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施主，请讲。其实啊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来的那天，我被我们家店里的招牌砸中了脑袋。 醒来以后呢，我就在这儿了。我受伤的那天，我妈也在我旁边。那她有没有受伤？我不见了，她是不是很着急啊？你是逆天星，那是你的宿命。你跟你的家人是宿世姻缘，他们现在一切安好，正如你现在这边的家人，他们也是你的家人。那我就安心了。 可是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，我妈不能没有我。我能不能不当这个逆天星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我送回去？逆天星是定数，没有意愿之说。据传逆天星可将两个世界的星系连通，彼岸的人会出现在现世，散落的四灵将会被找回。四灵。 什么是四灵？九转清音铃，青木人形剑，五门定天珠。女施主若是能集齐这四灵，便可打通彼岸与此间的通道，开启时空之门。时空之门，是不是就是时空隧道的意思啊？打开了，我就能回家吗？阿弥陀佛。你就站在那儿别动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说过你有自己的打算，你要出国留学吗？我有说过此事。对啊，你亲口说的。你说过，你不会轻易放弃你想坚持的东西，也不会轻易为任何人而改变。那你不出国留学，还跟来这里干嘛？顾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认错人？不可能。 你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认识。段誉，顾小姐是否与我有仇呢？我就算跟谁有仇，也不会跟你有仇。我今天没洗头，我转过来了。你在人间让风月。 难眠。对不起。人怎么飘起来了？别唆使了。啊，我，哇哦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？ 怎么这么多伤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？以前？以前你认识我吗？你是不是穿过来变傻了？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？当然是你傻。现在那个剑怎么办？赶紧把剑帮我拔出来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下不了手。麒麟剑附有断家心法，若不尽快拔出来，必伤经脉。你拔得越晚，我死得越快。我能不能活下去？ 就看你了，你不能死！快！死在我手里，你要是死在我手里，我也不活了。你跟我的感情有这么深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废什么话？是不是我不收拾你就浑身难受？流这么多血，得补补。嗯什么嗯？想吃什么？牛肉面，不加葱花。我去给弄了。 段誉，你要干嘛？你看一下，你的脚。你要给我换鞋？若你愿意。我有什么好不愿意的？啊，好。哎，不对，不是说成亲前，男人不能看女人的脚吗？啊。 抱歉，唐突了。唐突什么唐突？其实我就是怕痒，我自己换就行了。好。嗯。啊，抱歉，我又唐突了。嗯，这字儿也太丑了吧！ 哎，还有这个，这鬼怪拿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武器吗？还是什么？你也太没见识了吧！上面写着“小心心”，这是东瀛兵器，俗称手里剑。小心心，那是战书吗？还有这个是什么小心心？这红色的不会有毒吧？就算有毒，也好。